陈老板，啊，我给您到这儿了。啊，行，那我现在就收东西。行。大美，再见了。啊，怎么了？跟你说个事儿。刚才接到老板电话，这老板可能派我，要是去外地出差一趟。那老板又派你去出差？这怎么公司里面出差就光找你啊？这老板不是说我业务能力强吗？他说把这件事交给我，他放心。这再加上领导说了，这次出差有补助，2000块钱呢。那补助的还不少呢。啊，可是你这次出差要去多久啊？这我也不知道，得看情况吧。如果顺利的话，可能半个月；不顺利的话，可能得一个月吧。这次要去这么久啊？那你去出差了，我在家岂不是挺无聊的？大美，那你无聊的话，你就出去找你朋友，没说着话聊聊天，不挺好的吗？时间一会儿不就过去了？我这也没办法呀，你看这工作需要，我也是为咱们家挣钱嘛。是，那出差就你一个人去吗？嗯，不是，老板说了，好像还让那个谁沈阳会一起去。跟沈阳一起去？我跟你说，你可别跟那个沈阳走得太近，那人啊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，离他远点。大美，你对沈阳是不是有什么偏见？他平时不挺好的吗？好什么呀，你没看他名声都臭了，这外面很多人都说他这个人不好。大美，我知道这沈阳呢抽烟大白爱喝酒，对你的印象可能不是很好，但是你不了解他，那次和他喝酒呢，他喝着喝着说一些伤心事儿就哭了。我感觉啊，他是一个挺感性的人，这种人啊没你说的那么骚。随你吧。行了行了，这时间也不早了，我赶紧收拾东西了，明天早上就走。这么急啊？是啊，这公司安排的急。行，那你多做个饭呗。那行，你去收拾吧，我去给你做。行，那我去了。你就不用送我了，我自己走就行了。那行吧。行，那你在家要照顾好自己啊。你放心吧，我又不是小孩，我除了一个人在家会无聊之外，我也没什么事。行，那你有什么事不打电话啊？嗯，走了啊。那你路上慢点，下了之后给我来电话。行，我知道，走了。嗯，注意安全。好。哎，这次出差算顺利，2天就回来了。这大美还不知道我回来了，没有啊，给她一个惊喜。我出差就20天，你竟然逼着我做这种事儿！好吧，我让你们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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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。你干嘛呀？这是，你要打死我呀！妈，这怎么是你啊？哎呀，不是我，那是谁呀？啊，大梅，你说说小梅，他怎么想的？那是。小白，我打死我了！你这一回来，你干嘛呀？不是大美，我是我误会了。这我刚才看到床上竟然露了2双脚，我还以为你背着我和别的男人睡在一起了呢。我这不一气之下就动了手吗？小白，你竟然把我想成那种女人了！我像是那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儿吗？小白，你怎么那么莽撞呢？啊！平时看着你这孩子挺细心的嘛，啊，就看见床上多了一只脚，你就开打呀，啊，不把事情搞清楚，你就下手啊！你说说你这个人啊，这
这我那么大岁数了，你要把我打成好歹啊，你怎么交代？妈，是我对不起你啊，是我误会啊，我这没把事情讲清楚，我就多说了。你没事吧？还没事啊，差点被打死啊！你说说，你们夫妻之间呀、最重要的就是相互信任，这连一点信任都没有，这日子怎么过？妈，对不起对不起，这都是我的错，我应该相信大伟的，我不应该这么想的。哎呀，这还好，要不然我都被你打死了。小白，你也知道，这你的工作经常出差，老是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。我都说了，我一个人在家，我无聊，我也会害怕。这我平时晴天的时候还好一些，这碰到打雷打闪的时候，我都吓得一个人都不敢睡。所以我没办法，才把我妈接过来跟我一起睡的。结果你就闹出这么一出事儿。我现在看来，我把我妈接过来陪我是一个错了。大梅，你就别生气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应该相信你的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大梅，行了，你也别生气了啊。他之所以这样做，也就是在关心你嘛，他心里有你，他爱你呀。对对对，大梅，我这不是怕失去你吗？这心里，所以刚才才那么着急，才动手打人的。行了，看在你这么真诚道歉的份上，就原谅你这一次。谢谢你，大梅，谢谢你。妈，要不我带你去医院看看吧。那走吧。